好的，各位，我又再收到6500颗宝石，所以我又花了3000块。那我如果可以直接买那个2990的话，就是会有14000哦。那我如果买2次1475的话，就只有13000颗钻石，整整少了1000颗啊，有点可惜。因为我想说6500颗宝石应该可以把女巫冲到8级吧，我就只有买6000颗，结果好像事与愿违啊，真是。哭哭，那我现在女巫是4升5的阶段，还有6800颗钻石，我想她应该就真的到大概9级，应该就极限了。然后我还有战利品没打，还有时光钟没开，这个晚一点再自己打一打。我现在要做的事呢，就是把暗夜女巫给秒一秒，那就秒吧，反正宝石都出了嘛，大家都是爱看剑圣花宝石啊，我也没办法，来吧，花，呵呵。哎，100，我可太贵了吧！1200，破产了，可能连9级都不行哎。好贵哦！哦，是不是不行了？紧绷了，哇，紧绷了，才8级就不行了，哇！然后反正我现在暗夜女巫呢是来到了8级，至少跟我其他的部队等级是差不多的，应该是可以上场的啦。那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盖，我现在钱呢是90万，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连战利品一起打啦。如果你是单纯只想要圣水的话，再用宝石去秒圣水。如果你也缺钱，像剑圣现在刚升六本的，就是也缺钱的状态，我还是建议秒战利品去打，这样子比较划算，整整差了大概30-40万啊，一次同样的宝石来说，差了大概30-40万。那，我自己是有点懒啦，因为你要一直秒战利品哦。在我现在这个杯段，我打完那些1300颗的战利品，大概会掉到3000杯左右，所以不要，好懒哦。呵呵。那么我先把城墙盖出来，一二六本是新增了4个城墙，这4个城墙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可以让一些像健身之前有拍个5本的神字哦，那个阵型我就有看过，有些6本的加强版变得超级超级难打的。然后还有新增箭塔和旱地区，旱地区应该是最头痛。我们先把不用时间的先盖一盖，不用时间的盖一盖。好，军队他们多一个兵营，只是被移除掉，我们就不理他了。哦，熔岩火炮要100万，哇，好贵哦，要修。旱地巨石要多少？哎，旱地巨石好便宜哦。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盖的吗？没有。装饰没有，好，那看新增没有到太多的东西，我先盖个箭塔好了，然后开这个。其实最后一个女巫可以不用秒，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多的圣水，最后一个女巫可以不用秒的啊，好浪费哦，呵呵。好吧，没关系，都秒了，我们来打吧。现在会提示说有一个防御在盖是吗？没看到我的左边画面有提示防御建造2分钟，现在会提示耶，人真好。我们打个一场，来给大家看一下8级女巫的厉害。好，我们第一场遇到这个是5本的对手，他还没有升上那个6本。那我们打法呢，一样是用双胖，然后用双胖吗？还是你们想要看单胖配上暗夜女巫？还是带一组暗夜女巫就好？先试试看一组暗夜女巫好了，只有2只。希望她不要被打死。这个阵比较特别，是要把迫击炮放在左半部分，会比较难搞一点点，就一点点而已啦。这个要怎么打比较好打？我还不太会用暗夜女巫像把迫击炮放这么后面的话，我应该是可以直接下炸弹的把墙壁炸开，然后应该是不用耗费到太多太多的胖子，我胖子造3只就好了。我们这场还是主要给大家试试看 AI 女巫的威能，虽然说她被 nerf 了，但我还是很爱她的，毕竟她是妹子嘛，对不对？虽然是一个长得有点可怕的妹子，对方的墙壁并没有升，她也算是一个满房，这个应该是有氪金的，只是没有升墙壁。哇，炸不太开，有点小尴尬。那可以炸开，然后压技能。然后女巫，哈哈哈，哈哈哈，女巫出来都哈哈哈，不然笑屁啊！然后进去踩了一个大炸弹，因为我胖子只有带3只，有点少，所以死得会很快。主要应该还是要带2组会比较好啦。
女巫不要死啊，拜托！希望你可以撑着点，我是很爱你的。啊，那个技能，别死。OK， 好像八级女巫还是没有到非常强，不过破坏率是打的还算可以啦，有65%左右。好，跟那个之前那个打法比起来，好像还是差了一大截。不要输了 ，fuck！ 等人家，人家这样就三星我了，还没有办法三星人家。好啦，那我也没宝石了，就跟大家分享剑圣秒暗夜女巫的一个想法啦。反正他迟早要12级，我最近都会直冲暗夜女巫，那么就希望他12级，12级会多什么？也是多召唤部队的数量哦，提升召唤部队就是蝙蝠再多一只，那这样子其实也还好，没有到很强。好啦，那这个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剑圣又浪费一堆钱去升级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我还有一个功能，我现在箭塔出来了，我再盖一个好了。寒地巨石出来吧，出来吧，巨石兽，我们再打一场好了啦，再打一场。反正我有开加速，那我的兵很快就好了。这场要赢啊，不要输。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那个镇的稍微改良版本哦，这个是6本。那我这场一样用暗夜女巫来玩好了。女巫它中间有个洞，有个洞，有大洞洞。我觉得我这场就不要带炸弹人了，我这场带两组胖子感觉会被引导，然后还是要带炸弹人的感觉。那我还是带炸弹人好了。这样有点傲娇，要带不带的？先放女巫，从后面放1、2、3、4，然后胖子往技能炸弹人，然后炸弹兵，冲啊！暗夜女巫，冲！暗夜女巫，冲啊！冲啊！然后遇到了熔岩火炮，撑住啊，撑住，拜托，撑住，别死 ，please， 多撑着点，熔岩火炮没有打掉，有点可惜。哦，那个熔岩火炮很痛哎，其实，它对单，它虽然是一直打掉，它虽然是一直那个，一直喷一堆火出来，可是他喷的火是15发。哦，拜托打掉大本啊！你打大本，拜托！糟糕，好像打不太掉。打大本 ，please！ 又要输了，只有一颗星啊，好可惜，我差点就把大本打掉了，又输了一场。真的又输了，好啦，就不打了，我们晚一点再把它打一打。这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八级暗夜女巫的，也不算是威能吧，可能是我不会用。好啦，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